安，你 happy 吗？ Yeah. 你过得爽吗？你看我。我看你什么？肚子好大。我刚刚吃了松露薯条。哇操嘞！在那之前我是非常克制的。赞啦、啊、你好棒哦！你昨天吃麦当劳，你有记得吗？你不是说一个礼拜是新的开始？啊，对啊，是啊。那你这样今天用了一次扣打喽？我们是有约法三章，我们一个礼拜有四次扣打，四餐。也不是乱吃，我 mistake 不是 gay 吗？gay 吗？啊，先说我没有歧视同性恋，但我不是，好不好？我是男的。啊，对，他是男的，好。他好像没喝很醉了，还行啊。我今天才喝一支而已，总共两支，我觉得除以两个人的份，所以一人一支。一人一支还行啊。对啊。这个是正常范畴，聊天是勿惊勿慌勿害怕。这把有点像卡玛。要永远相信你的灵魂。卡玛很强。你卡玛又很强啊？真的，你看我玩卡玛。你说扑克还是？我说 LOL 啊。目前50%吧。好可怜哦。卡玛可以我帮你玩吗？不行啊。我这是钻石排位，你铜牌仔，你还想要打钻石场？我可以试看看，搞不好我会有肾上腺素的操作。哦，闪现送头。没有。这个 skin 有点帅。他黑黑的。点他。他也不知道吃到。啊、我们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哇！可以。我点不熟。我 Q 有点久。这个角色是这样玩的吗？他突破了我的三观呢、欸。这你太怂了啦！如果是我，就去把他打死。哦，我还点两等一，我还为了他点两等一，我还为了他点两等一。聊天室有看到吗？签他。我没签。你这不是有签？没有，没点到，你喝醉了。哦，你没点到了。OK。啊，你掉兵掉爽没啊？兄弟，你掉兵掉爽没啊？你怎么14 CS 而已啊？我要吐了、啊！这么多人在下。嗯。归你那个。赞哦。你先稍等一下，不要冲动。好。这边有30块先拿。好。不是啦，你要 RW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 RW？ 因为你可以吸血啊。你签他的时候他打你就不会损血。哦，我知道啊。你看你刚刚都没有 RQ 到他，他根本就没有损血。我看没有 RQ 到他吗？应该是没有吧，不然他血总是满。康一定有 RQ 到他。真的吗？嗯，只是比较普通的。OK。你有看出来我刚刚操作是干嘛的吗？没看出来。你没看出来是不是？但是感觉还不错。
手也在我的幕后。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嗯。我刚刚操作蛮厉害的，你有看出来吗？我也会这样打。你也会这样打是不是？嗯。哦。欸、阿 Q 他，对，你会这样打啊、哦？那你蛮厉害的。那你知道我刚刚做什么吗？你讲一次。我已经忘了。啊？那些操作都是下意识、潜意识的行为，哪会管的啊？我会记得、啊。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有脚本的。有啊有啊有啊！我现在这个年纪只能用脚本，不能反应。因为是，我现在要 E 一下，我现在要 Q 一下，我现在要 R 点燃，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已经想好我要怎么做了，所以。就是我刚刚在看到那个纳迪武斯的大绝的瞬间，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做了。那如果脚本以外的事情，你就不会反应了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很丑，就是因为我没想到。那你就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照你本能去反应你。那会很丑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你好严重。对对对，我蛮严重的。那会很丑。哎呀，没事。哦，有的。哦，这个立车，这个立车。哇！啊，这是还在那扭，他到底在扭什么？他就死定了东西，我他妈直接跳舞了，我跟你讲。他到底在扭什么？链子没链到他、啊，我也想说，我不用跟你讲，这种小操作你应该很行吧？抱歉抱歉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链子没链到他、啊？我刚刚以为我链到他了，我想说应该不会死。啊，我的我的我的，等一下那个中路会跳，跳 gap 吗？不是，会往中往不是跳 gap， 我往你这边跳去。他想杀我，他想杀我。他们人来了。我们这样直接走会不会不大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他下面。没有绕住成功，他有换掉吗？哎、欸，他换掉蛮多人的、欸。对啊，他怎么那么强？他换掉一个。你在塔下你俩？不行啊，我们在两塔下，刚刚两个一起死。新咪，嗯，可是你 R 一护盾有变强吗？哎、欸、，R 一会有额外再加盾是不是？对啊，而且有啊，那我错了 ，R 一没有伤害 ，R 一伤害是多久以前的版本了、啊，兄弟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好像 S 三就在玩龙，可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不好意思哦。对。那时候谁会管谁是谁啊？那你知道游戏大厅都会有我照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过。他应该出来了。你确定他不出来就有什么问题？欧梦，你遇到鬼喽！三秒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啊！怎么被炸了？他妈还有人要炸我！他妈还有人要炸我，在找我在哪里？强哎 Big mistake. Get it?
That's a player's name.